否能做到洒脱，最后却不知为何，你想要置身事外，说刚开始无人过问。原来你依赖这种感觉，说这是对爱情最后的麻木体验。原来你还是不能释怀，谁说的就算痛也心甘情愿偿还全部心酸。可为何总有很多人都为爱放弃一半，很多人都慢慢戒掉平淡，很多人偏偏爱说能习惯却无力偿还，很多人都为爱尝试勇敢，有簇拥交流情感，很多人在解惑这答案。原来你依赖这种感觉，说这是对爱情最后的麻木体验。原来你还是不能释怀，谁说的就算痛也心甘情愿偿还全部心酸。为何总有很多人都为爱放弃一半，很多人都慢慢戒掉平淡，很多人偏偏爱说能习惯却无力偿还，很多人都为爱尝试勇敢，很多人又簇拥交流情感，很多人在解惑这答案。总有很多人都为爱放弃一半，很多人都慢慢戒掉平淡，很多人偏偏爱说能习惯却无力偿还，很多人都为爱尝试勇敢，很多人又错